让我能够喜欢这个人，让我能够相信我的爱你。别再讲，人需经过什么，会更加强壮。Maggie 啊，嗯，今晚呢可唔可以去你度瞓一晚啊？咩事啊 ，Grace？ 唔好喊啦，唔好喊啦！我失恋啦！点解嘅？你唔好喊住先啦！佢唔要我啦！你系今朝仲好地嚟噶？佢有咗第二个，唔要我！唔好喊啦，你唔好喊住先啦！佢要我啦！婷婷啊，我住喺 Grace 附近噶，我送佢翻去先 OK 噶啦。咁你自己搞掂咯喎。喂，是不是婷婷啊？喂，爹哋，你跟着跌亲啊？吓，有冇事啊？我哋一位听众打嚟啦，你好啊，欢迎打嚟星夜谈情。喂，阿 Jo 啊，我都唔知点算。不如你讲下发生咩事，睇下我可唔可以帮到你？我爹哋妈咪要离婚。我都不知道做了什么事，但我真的很不想和他们分开。什么事？我想一家人齐齐整整。你出面骂女人，你是谁来的？你很烦的。你还说我烦？如果不是你，我一定带着我妥来北京。怎么称呼你啊？我叫阿文啊。阿文，有时候呢，大人的事小朋友是帮不到手的，但是你都应该要学习得怎样去面对问题。面对？我应该怎么面对啊？我揀了阿爸，阿爸就要上班，每天回到家自己孤零零一個。但我揀了阿媽，我又見不到她，那我應該怎麼選擇？你阿爸阿媽決定了要分開的話，你應該尊重他們的決定。阿文，其實你應該懂得學習怎樣去做抉擇。我知道，但是他們要我選擇的誰，我都不知道怎麼好。喂 ，Marty 啊，我收工啦，你有冇嘢要我买啊？咦，咁老豆咧，亲手买啲啤酒俾佢啊，一支半支唔紧要啦。好啦好啦，听 Marty 你话啦，我而家翻嚟啦，拜拜。你剛才在我爸爸面前數錯，我不夠數算，我不夠，你還想我怎樣啊？他們會帶壞你的，不會的，你跟我回家吧。不行了，不回了，你跟我阿小姐嚟边啊？一百蚊去到边就边啦。年龄人
人记住啦，失恋并唔系大过天，要好好珍惜自己。好啦，我哋又有另一位听众打嚟啦，喂，欢迎收听星夜谈情，你好啊，我系 Mandy 啊，今日我同女女闹交，闹完之后佢就离家出走，我打嘅电话俾佢都冇人听，去佢平时去过嘅地方又揾佢唔到，我好担心佢。Mandy， 你唔使担心住嘅，可能佢心情仲未平复，去咗朋友度啫。你有冇打过电话俾佢啲朋友啊？我都冇嗰啲朋友电话，都系我唔好，平时忙住做嘢，都冇时间陪佢。我而家真系好惊佢出事。不如你形容下女女个样，睇下听众有冇见过。佢长头发，大约一米五高。佢应该仲着住白色嘅校服。阿小姐，你冇事啊嘛？都系我唔好啦，我真系好惊佢有事啊！